魔法笔65，我们在哪里？塔克，塔克，你能听见我吗？你还好吗？马克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陆地上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露露在哪里？好了，小猫咪和小鸟，动物园只想要熊猫，我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。在抓你们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，也许我应该留着它。马格西，那个男人拿走了你的魔法笔。我知道，塔克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得把它拿回来。但是怎么拿回来？我们得想个计划。马克西，钥匙露出来了。我看到了，塔克，但是怎么才能拿到呢？哦，这里有个回形针。好主意，马克西。现在你只需要把它挂在什么东西上面就行了。但是用什么东西呀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把回形针放在你的尾巴上，我觉得那样能拿到钥匙。我的尾巴？但是那样的话，我就看不到自己在干什么了。我会指引你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来吧，马克西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好的，来吧。哎呦，真疼！向上一点，靠右一点，只要一点点。塔克，我的尾巴没劲儿了，快点儿！就要到了，往下一点点，现在拉！我们成功了。我们需要那只魔法笔。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哪一个是魔法笔，马克西？我不知道。Little Fox.